其实一看到这个球，我就非常喜欢它的颜色，它的整个设计，还有它的名字“飞舞流星”，给人一种很唯美、很有激情的感觉。我也相信我们会把这种感觉带到世界杯上，通过中国队球员的表现，进更多的球。第一次穿足球鞋记不得什么时候了，但是，能够拥有专业的足球鞋，当然是一件非常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吧，特别是现在能够拥有这种高技术的，而且又是那么漂亮的足球鞋，我相信它会帮助我在球场上有更好的表现，而且这个球我相信对法任意球、对定位球来说，这个球鞋也会有更多的助力。